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游乐场好介绍，我哋嚟到九龙公园嘅儿童游乐场，游乐场设施比较多元化，亦都邻近港铁站，交通方便。而家就等我带大家睇下啦。首先，我哋坐港铁去到尖沙咀站嘅 A 1出口，一行出嚟就已经到达九龙公园啦。我哋由九龙公园嘅游泳池出发，大约行一分钟就会到达儿童游乐场。而家就等我带大家行一个圈，睇睇有乜嘢游乐设施啦。今日介绍到此为止，再见。